绝艺久居在幽暗古堡中，万圣节之际，独特的宴会将为他抹除所有偏见与畏惧，帷幕拉开，宾客们如约而来，宴会过后，主人却不知所踪。那夜究竟是狂欢还是闹剧？陌路的来客在宴会上扮演了何种角色？记忆上锁后，散落的线索又将拼出哪个真相？赴约古堡的旅人，谁能解开这夜宴之谜？